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介绍这部红色超跑 Prada 的 Robin Evo 综合型公路单车。首先看看它整体的外观先啦，咁跟住我哋嚟介紹下佢啲配件先。咁佢嘅變速系統就係用 CRAM Rifle E-Tap AXS 嘅12速波箱，無線電子波箱。咁跟住就到對輪組啦，就 MVMT M Silver 嘅全碳纖維輪組，45mm 框高嘅。咁跟住就到車架啦，車架唔使講就全碳纖維啦，仲有丁。過咗 UCI 認證嘅車架同頭叉都係，跟住就到頭巴啦。Prada 市嘅一體碳纖維頭巴，外觀非常之靚仔。跟住到涉通啦，都係碳纖維嘅。最後就到那個攝位了，都是全碳纖維，而且個攝位只有65克重，非常之輕。咁再望翻呢度啦，車架呢，全車呢，內走線設計嘅，個基本上你差不多一條線都係見唔到嘅。外觀望落去非常之簡潔，成架車。而且成架車嘅總重量都係得 7.5 kg， 而且官方就稱呢個車架幾何非常之適合亞洲人使用嘅，細碼嘅上管。都是52.4 cm 長，咁價錢方面就20,000+，性價比非常之高。呢個價錢入邊應該都冇乜對手噶啦。如果喜歡的朋友仔可以考慮一下這一款 Prada 市的 Robin 紅色超跑。那今次條片就到這裡先，多謝大家的觀看。 Thank you， 拜拜。